你不要想你没东西啊！关你什么事呢？哥，不关我什么事，你不要想你没东西的。他，看样看书有啥用呢？他准备他要学习啊，看书。学习什么？你上次把我的羊带到了，这次又带了，辛苦你。羊带了还能咋了？学习可以。哎呀，我跟他自己打更好的工作嘛。你这个能不能？怎么？别！怎么了？那我给他，我给他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怎么了？那我给他，我给他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怎么了？他不听我说话。把自己把你腰子给他可以吗？不要，不会，他不会给的。我把你的羊也给了。那个，你大学毕业你怎么还看书呢？我想在这边当老师，然后我想考一个教师。当老师？怎么想着跑这里当老师啊？别哭了，别哭，这样，叔叔答应你，一定把你书要回来，好不好？不给。你相信叔叔，叔叔马上就回去帮你要，一定要把你要回来的。丢几只羊算大大的事儿嘛，对不对？别难过了，别难过了。上次也丢了一只。别难过了，别难过了，一只羊丢一两只羊，真的小意思，小意思。叔叔马上去帮你要回来，啊，好吧？别哭了，别难过了，好吧？他不给。哎，别伤心了，你放心，叔叔一定会把你的资料要回来的。看你笑起来，叔叔就放心了。马上叔叔去帮你要那个学习资料，好吧？相信叔叔一定给要回来，要不回来叔叔不回来了。好。好的。哎，表哥，表哥。哎呀，你来干嘛？我这里正欢迎你，还出去吧，现在。我给你拿水果过来啊。什么水果？苹果、葡萄，有没有？行吧，你来走吧，走吧。好好好好。我希望你把你妹妹的学习资料还给她。学长，凭啥？那是你妹妹的学习资料。她为啥要给她呢？她上次把我的羊丢了，这次丢了一个，已经丢了两个。天天看书有什么用呢？有什么用？你知道她看书是为了考什么的？考教考老师证的。她是为了回来当老师，教你们的藏区小孩的，知道吗？在现在藏区的小孩上学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当老师有什么用呢？赚不了钱。赚不了钱？对，哇，赚不了钱啊！的确赚不了什么钱。我真好奇你妹妹怎么有你这样一个哥哥。算了，我知道跟你讲道理讲不通。这样，你妹妹看书放羊，羊丢的那个羊我赔。羊肯定要改赔嘛。哦，对，羊是该赔。好，那我再给你1000块钱，你看行不行？以后你就不要打扰你妹妹看书了，也不用欺负你妹妹。1000块钱？对啊，1000块钱。太少了吧？我每个月给你1000。每个月？对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让我把钱给你。可以，你记得不用再欺负你妹妹了。可以。那那个还有你妹妹学的资料还给我。好嘛好嘛好嘛。来，
那我走了。好，行行，可以。记住，不要欺负你妹妹了。好，可以。老财迷。